有博士生啊，有博士生、硕士生，每个都有啊。都有啊，哎、最小的有多大？举举手，最小的。最小的应该有20岁吧？二十岁，最大的有30岁吧？有。博士生差不多应该有28岁。一块儿拿来。这点啊，他们是配合你照相。像一部队。那个我出生那个年代的时候，对中国对军人是非常重要的。啊，对。实际上是国台办的副主任，他就是我们的这个军队的，他是薛晨，是我们市委当时主任，欢迎马先生，教授，欢迎市委的教授，欢迎。我们市政府副市长，当国际的市
对马先生的到来，以及我们也代表重庆的3400万人民啊，向马先生啊和各位嘉宾、各位年轻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袁书记，重庆的各位朋友们，很高兴来到重庆，感谢彭书记与各位重庆的朋友在我的行程中所给予的协助与热情的接待。这次除了走访重要的历史地点外，我们也相当看重这个重庆市的发展规划。今天这个下午，我参访了重庆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印象非常深刻。重庆的先进与都市规划，让我们非常讶异，也感叹不已。因为我个人过去也担任过台北市长。袁书记是航天太空专家，具备国际宇航科学专业。我听说，您的英语也很好。深信重庆由您主政呢，推动城市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呢，应该是一个大的推力。我相信重庆的现代化对于台商、台企来说是来此发展的一大诱因，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的根基。放眼重庆的环境，我相信会吸引大量的台商、台企落脚。未来无论是新能源、电子讯息产业等方面，重庆应该可以和台湾将有更多深化合作的可能。重庆对我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央政治学校认识，两个人都是在对日抗战8年期间完成教育的，大学教育。父亲呢还在1944年响应蒋介石委员长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从军报国啊。妈妈曾经鼓励他说，历史上成功的男人都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他参军之后呢，分配在青年军第20204师，就驻节在万县。现在的就那些经验呢，是刻骨铭心。我常说呢，在台湾的小朋友啊，爸爸妈妈讲床边故事，不是罗宾汉就是白雪公主，而我听的床边故事呢，是这个一些这个革命满清的时候的革命，还有抗日的英雄，包括高志航，这是非常大的不同。也因为如此，我这次特别带着台湾的年轻人一路来。看看当年抗战的遗迹，明天我们要参观重庆抗战遗址的博物馆，我也带着这些青年朋友走访我们中国历史的重要地点，踏寻两岸共同的记忆。我深信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段重要重新连接起两岸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些年来，两岸因为政治纷扰与疫情的因素，学生交流已经中断数年，两岸的人民呢，敌意有一点上升，我感到非常忧心。事实上，我2016年卸任以后啊，在台湾的东吴大学啊担任讲座教授，一半的学生来自大陆，所以深刻体会到两岸交流的效果与重要性。因此呢，我这次决定自己身体力行，带着台湾的年轻朋友来。和大陆同学们交流，希望能够让两岸人民间的敌意逐渐减缓，友谊逐渐增加，未来两岸才有真正的和平。从这几天在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的效果来看，我认为呢，我们的这个构想是成功的。每一场交流结束后，两岸的同学们就迫不及待地交换微信，甚至于。到我们要上车呢，他都停不下来，欲罢不能。
袁书记，这就是两岸人年轻人之间呢最坦诚、最真实的相貌。两岸都有责任像这样的交流持续下去，甚至扩大到经贸、文化、社会、中小企业等等各方面深度的交流合作。我对未来有非常高的期待。谢谢你，谢谢大家。好。